在全垒打王的宝座竞争上面输给了小胖，在总冠军战有没有机会要回来？就在右半边进到了中成佑的手套里面，两根出局，垒包上面的跑者也没有办法往前推进。哇，就这一棒相当可惜。对，有点风，回带回来也有关系，但打的也不是击球点打得很好，打的方向不好，也比较慢了一点哈。嗯。直接进到中成佑的手套里面，当然垒上面二垒上面的小破跟。